我们这个斜口的21圈织好了啊，这收针是22圈，总共是22圈。我们数一下啊，从这个地方，看，放近一点，这边啊，从这边开始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加上针上的这个21圈啊。正好21圈，来，我们现在来开始收针。收针的方法很简单啊，就是直接是平针的套收法。然后你看，直接这样织一针过来，然后再织一针过来，直接织2针。这个针不要织的特别紧啊，不要拉的特别紧。然后怎么收啊？先这样，先织2针过来，然后把用左手上的这个针，把这个右手的两个这个针上的2针，把后面一针套收到前面来。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们再织一针看，啊，套收过来，好，继续，这样套收过来，不要拉得特别紧啊，稍微松一点点。如果你太紧的话，到时候这个斜口在缝合斜口的时候，斜口在缝到海绵上面把它缝起来的时候，斜口也会很紧啊。好，第一根针上的这个收完了，收完了看一下啊，收完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下面就继续收，把另外2根针上的也收掉。这边收到最后一针，然后还是一样的啊，直接套收过来。收最后一针收完了之后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头尾相连的地方会有一个口子，然后我们怎么处理呢？把这个针，先用右手的针把这个地方就是一开始收掉的这一针，把它挑起来，这个地方2根一起挑起来，然后用左手的这个针把它穿进去，然后再织一针出来，把它收掉，把它套收掉，看一下，这个口子就没有了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把这个线头稍稍拉长一点点，拉长一点点，然后拿剪刀把它剪掉，留一点点线头，然后把这个线头穿进去，这样子拉紧。那么这个整个斜面斜口织好了之后，整个斜面就完成了啊！你看织好了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正面。大家在织好了第一只斜面之后，先不要着急去织第二只，把这个织好的第一只先撑到你织的这个码数的鞋底上面。我这个织的39、40的，那我们拿了一个40码的鞋底，然后把它后跟这样套住，套住之后，然后把它撑到鞋底上去看一下，要用力的撑上去啊！就这样子，你看，就这样啊，用力的把它包起来。那这个鞋面就是可以上的啊，稍微再紧一点点也是可以上的。太紧了，如果两边不太能拉得上来的话。那就可能是你的鞋面织紧了，对，可能上的时候就不太好上。好，这个是上鞋底，还有一个是这个多余的线头怎么办？多余的线头我们可以拿，家里如果有钩针的话，就拿钩针长，没有钩针就拿棒针啊。有钩针的情况下用钩针，你看，把这个在反面长线啊，在反面长线。如果你留的线头比较长的话，然后长了大概位置的话，
就把它剪掉就行了啊，留一点点，把它直接剪掉。然后这个也是其他的长线头的方法也是一样的。那我们这个整个斜面这边就织完了啊，大家跟着视频一起织，织到最后就织成这样子了。啊，如果需要看其他的，就看我们家其他的款式的话，可以去跟客服要私信啊，私信里面可以聊。然后那我们这个单色的棉鞋，单色的双螺纹鞋口的棉鞋就录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